少年的午餐时间。这是拿的第二份饭吗？别的艺人都是吃饭，都是吃三十多口，是两口就吃完。不控制吗？控制啊。包我钱，包都是吃完了。关键吃少了，练不动。先来吃瓶可乐，好想吃串串。香菜牛肉一烫，然后蘸一下干料。干料，起飞，真的起飞。你知道这是什么肉吗？嗯，你知道我现在吃的是什么肉吗？你今天吃这个饭没有？是吧？那你知道它是什么肉吗？猪肉。小朋友，你这吃的是兔肉，谁家猪肉是这样切的？谁家猪肉有骨头啊？这个是兔子肉。你那再吃一个。老家哪里的？江苏。江苏，你当初是兔子吗？我不吃。我没吃过兔子。兔子好吃吗？啊，兔子好吃吗？我没吃过。你现在吃了，你刚刚吃的是兔子吗？好吃，好吃，真香。吃火锅想点什么菜？吃火锅还是喜欢吃？它是像糖汁菜，糖汁毛肚，那糖汁啥子？芹菜、菠菜，啥子？那糖汁肉，牛肉。火锅我就还最喜欢吃牛肉，嫩牛肉，麻辣嫩牛肉。猪脑吧？是啊，你喜欢吃猪脑吗？他应该吃不来，你知道这个豆腐一样，很好吃，就跟豆腐一样，很软，但我觉得很细。没有腥味，我吃过一次，我就是咬。你那是假的，你那是假的，你那是过期了的。你去成都吃，真的是给你调的就一点味道都没有，跟豆腐一样，接受不了。看那个我好反胃。下次我问你，咋打饭你不知道，真的会真香的。